狂野龙兽对上你的是谁？蜡笔小新、海绵宝宝。你的是谁？暴风巨神。暴风巨神，狂野龙兽对上暴风巨神，三二一，战斗开始。哦，哇，打得很大力，非常的用力。现在两个人正在徘徊，暴风巨神一直在外面绕来绕去，不知道干什么，好像在逛夜市一样。展开强烈的攻击，哈哈。暴风巨神在外面绕太久了，所以已经没有动力了。爸爸。嗯。要说爸爸大帅哥。爸爸大帅哥。什么事？汪汪。哈哈，我的狂野龙兽是无敌的。好。三、二、一。狂野龙兽对上暴风巨神。哦，暴风巨神身形已经歪了一边，到底还能撑多久呢？哇，锵锵锵锵，我打到他这边，居然耶！还是我的狂野龙兽继续的霸凌你，霸凌你，霸凌你，还是爸爸。